Hello， 那个婷姐好介绍的，下午好，今天带大家来吼来看一间在马兴这边的单层廉价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房的朋友，不需要买这么大间的屋子，也不用买到吼工期这么累的屋子的话，今天来参观我身后这一间，只卖多少钱？只卖318000吼，而且 condition 非常漂亮的一间马兴的屋子。马兴这边也是属于吼华人区来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间屋子的外观。你可以看到这间屋子的话，它的这个车房的 owning 都做好给你咯。这是一间20可以停2辆车，20×55的一间齁、单层廉价屋，只有第一次买房的朋友齁、才有机会可以买到的哈。然后你看到它的车房的这个地砖，有没有觉得很像你阿嬷家的感觉，很复古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进来客厅参观参观哈。一进来客厅，你就可以看到啊、简简单单，而且这个地板哦，这个地板是以前哦，我看超过30-40年的屋子，多数都是这个地板的，踩上去冰冰的。现在你要找人坐都坐不回了的哈。这一间真的有阿嬷家的味道的哈。你看我们的窗口，我们的铁花也是现在很少有的铁花哦，还有。我们这种百叶窗啊，这一间的话齁，每个月供，如果是第一次买房的朋友，可以做到180000贷款，月供只需要1300-1400左右就可以有一个家了，而且是land property 地屋，不用买到公寓去，318000买一间地屋单层廉价屋。它的客厅看见吗？客厅是属于长形的啊，屋主本身这边有安放一个神明厅神台，然后我们这个款它是两房两厕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间房间主人房哈。对了朋友们，这里是属于永久地契的哈，这间单层廉价屋在马兴是永久地契的，在我们 Series 古代这边主人房的空间其实真的还蛮大一下的哦，你不要以为廉价屋房间小小的，因为它的屋身有扩20×55，所以它的这个房间跟我们普通的单层排屋哈是没有分别的，都很大间的。然后哈、这间屋子的 condition 非常好，屋主是拍胸口保证我的家是不会有漏水的问题的 ，OK， 所以也带大家来参观哈。看到吗？这个是我们第二间房间了，第二间房间跟刚刚的主人房，我觉得尺寸哈、是基本上差不多一样大的，你可以看到啊，都是可以放得到双人床。这个双人床上面还有一个单人床，可能是爸爸妈妈睡，下面再铺多一个单人床，还可以给小朋友睡，所以哈、它的空间感非常大。这边你还可以再做一个衣橱啊，小家庭的朋友哈，两房两厕好打扫，小小间。我们这间哈、方向也 OK， 大门的方向是西南方向的，一看的话，这边就是华人屋主华人区。要去厕这个四厨房之前哈、你可以看到这边它本身是有一个。隔油烟的这个推拉门的，因为齁、你可以看到哇，厨房很大对不对，这一间屋子的厨房都是扩建到完了的哈，整个是推到完出去了的，所以你厨房空间大。如果是讲齁、这边你要放一个小桌子啊，平时吃饭要做一个小桌子在这边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太大了这个空间。妈妈煮饭这边干湿厨房的结合，你可以看到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复古看到吗？我们这个砖是小片砖结合起来的，很复古的砖。下面啊，上面啊，这些壁橱都是还可以用的哈，省钱哈。如果是想第一次买房，不想花这么多钱的朋友哈，这一间月供只要1300-1400就可以买到一间有地物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嘞，看到吗？也是做了一个灶台，这边是干。这边是湿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平时齁、炒菜煮饭放你的 gas 炉的地方，旁边它还有装了一个齁、小小的抽风机。后面你看到吗？厨房是有采光的 ，OK， 这边做好了这个玻璃窗，下面也可以放一些锅锅碗碗的空间。然后我们这间齁、两房两厕 ，OK， 有来过新山的这种比较旧款的屋子的朋友就看到齁、我们这边以前的屋子两房两厕，通常一间是shower room， OK， 一间是淋浴间，是没有马桶位的，专冲凉的。一间呢就是厕所的，这个是蹲式的厕所哈。我们这间屋龄可能还比，应该是同，肯定比婷姐大的年纪哈，所以是蹲式的。然后我们往这边走，这间它扩建完了，所以哈、这边屋主还保有一个小空间，是什么空间？我觉得你可以来做 store room 咯，因为
这一个房子它没有一个 store room， 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你看放一个橱柜，哦，麦哥说放洗衣的哈，我看一下哈，哎，真的应该是放洗衣机的，看到吗？这边可以放洗衣机，旁边放架子，可以放一些哈，你家里买多的一些柴米油盐啊，都可以放在里面，哎，至少哈有一个空间可以放杂物。厨房这么大，其实厨房哈也很够空间哈，可以存放这些杂物。如果是讲身边有朋友还是你的兄弟姐妹没有买过屋子的话哈，想要找一间屋子来买，就算是拿来自住也好，投资也好，这一间第一次买房的朋友哈，可以留意哈，在达曼斯瑞斯古代马星这一边哈，只要318,000，20×55的一间单层廉价屋 ，single story low cost 来的哈。我们这一间是有两个房间、两个厕所，这边是属于永久地契，而且马星这边哦是华人区，最重要是什么？很方便，如果你家里有阿公阿妈，还是你的妈妈不会开车的话，我们这一间房子哈，走出去2分钟而已啊，2分钟就到隔壁店、菜店、药材店、bus stop， 哎 ，bus stop 都可以走路到了哈，2分钟，5分钟可以到小朋友读书的这个普世华小，8分钟就到 Aeon 的这个大学城的 Aeon， 大学城的巴萨，还有去到金山园哈，都是车程，大概是8分钟左右。如果是讲要到 Mutiarini 的话，10分钟车程就可以到 Mutiarini 啊，那边有 Tesco 啊、Maidin 啊 ，OK， 去到市内都是10分钟的车程。有兴趣的朋友，第一次买房朋友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啊，或者你打电话来帮你的朋友问、亲戚问都没有问题的。OK， 叫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差不多到这边啦，记得屋主们要卖屋子要联系麦哥听姐好介绍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